我男朋友外国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男朋友外国人，我也算半个外国人。Hello，美女，看看要什么？你是老板吗？啊，对。你是老板吗？啊，对。我那个，记得拎点东西。好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嗯，那这里有什么东西呢？包啊、手表啊什么的。哦，行，那拿出来我看看。拿出来。啊。拿出来，这个我这东西很贵的，在这拿出来吗？对，我给你鉴定，你不是要做什么别的？我这东西很贵的，万一丢了怎么办？拿出来。那不然我带你去办公室那边鉴定一下。行。好，行，那下这边。拿出来我看一看嘞。肯定会拿出来的，着什么急呀、啊？你这连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都还进门都没喝水呢。哦，我给你上杯水，好。哎呀，你不少说，来，先喝杯水。这是水啊，不是茶。这杯子干净吗？干净，我们天天都喝的，放心好没有茶吗？还是凉水？那等一下，我给你泡点茶。哎，不用泡了。你这杯子我也不知道干不干净，算了吧，我算了。给你拿一次性的杯子，拿这个纸杯子给你摆着。来，先喝杯水吧。我这个今天过来就是找你鉴定一下。行。你给点眼力劲儿，我会让你白招待我的。我男朋友是外国人，你看这手表，全都是外国货。这你男包朋友里，送的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我男朋友送的呀，都是我男朋友送的。这包，还是包里的东西，全都是我男朋友送的。都是好东西。当然了，不会让你亏的，不会让你白招待我的。看见没，就是外国货，都值钱的很。哦，这个手表，我男朋友送的，1周年的礼物。这种手表，看你们一眼假的这种手表。什么一眼假？你识货吗你？你这店怎么开的呀？就你这水平，你还能开店？这个看钻石，你一点火彩没有，这连个针也不对，你一个针看起来都是喷漆的，这种原来都是蓝针的，这种不你有能再证像。书吗？你凭什么说它假呀？或者都是我外们国就是鉴货，定证你师，是不是没见过好东西啊？我们见得多了，这种肯定不对的，这个。你把你证书拿出来我看看呗，你真硬啊你！你开多长时间了你这店？你这个手表都不用看，都是骗假人的吧你！你看看别的吧，这个手表我估计那不用再下来，不对，肯定不对。我这手表怎么了？你这个手表的针跟钻石都不是真的，你要是钻石的火彩的闪闪发光的，你这这个一点光泽这没我有。这钻不闪吗？我这钻还不闪这吗？是钻，这个就是锆石的。钻石哪里是这种效果的？钻石不是这种效果。我看你就是想给我压价，故意把这说成是假的吧？我先帮你鉴定，你都假的，我能我这受是外国货，你懂不懂货呀？你可能没见过多少外国货吧？你见的都是那种国产的，是吧？我们做的都是二奢的，本身都是国外的。你这，我这值钱的很，你知道你男朋友说哪里买的？这个，他在国外买的呀，国外邮多少过来钱的买的？呀，多好少几钱百买的？万呢。这个手表，你都不懂得价格，这个手表能值好几百万？对呀，这周年他送我的呢。你别听他而的，且他富二代，他凭什么要给我假货呀？我们两个感情那么稳定。几百万是越南盾差不多，那肯定不是什么美元。你别跟我玩这一套，你别跟我玩这一反正套，这个手表就不对，我这个手表就要不了，看看别的吧，有没有为什别么要的？不了？这怎么这真货你还要不了？这是你们的套路吧？这个你不管真的假的，反正就要不了，你这个手表肯定就不对了。你真的就是真的，假的就假的，我们去骗你干嘛，是吧？那你说我这估价你给我估多少？你这个假的没法估价的，假的都没有价值，假的还给你估什么价的？我这是假的，我这假跟的，你说几百万，我你还就说信你是人假的了？呢。你这个人怎么就听不进话了？我这个手是，表不对就不对了，看看别的东西。你别人家跟你说几百万，你还真的以为就几百万了？那几百万，他为啥骗我呀？他为啥骗我呀？我怎么知道？他他为送什么？给你的，你不问他哪里买的，你那个证书有他没有？在外国买的，啊？专柜证书有呀，我都放在家里呢。假证书啊？你还得看证书啊！我这个东西我一看我就连知证道。书都不用看，我说就是假的，你有证书那也是假证书，那有什么用？说了你怎么这听不进去呢？
你这种钻石，你一看钻石，那我给你打个灯了，你一颗天然钻都没有，这全部人造钻的，这样也不对的。你看中国，那你的意思就是我男朋友骗我呗？那肯定他骗你，我还骗你干嘛呢？我骗你没用。他跟真的就是真的，他跟你们这种普通人可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人家这几百万，你看着挺多，人家就是洒洒水。人家很有钱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没说我有几百万。对呀、啊，人家都自己的家产。只有你相信了，别人才不信了。几百万的，你这个手表就几百万了，越南盾几百万差不多。你别跟我玩那一套，你就给我个这个手表我就不要。你要证书我也有证书。证书我也没用，你手表都是假的，你拿个证书再拿个真的证书也没用，这手表就不行。我刚才不跟你说了，这连钻石都不是，这个是锆石，然后你一看这个针根本就不是这种颜色，人家是烤蓝针，你这个就油漆针，国内做的。他送我的时候跟我说这是限定款的、限量款的，还是这给我专门定制的，他找他们公司老总专门定制的。这个广州那边多的是，一个可能就200块钱、300块钱左右，还几百万，应该几百块吧，几百万不是几百万。哎，我看你也不识货，你也不懂这表呀，你这一眼假。你这隔那么老远你就看出一眼假，这种手表根本就不需要上手就能看得出来。你眼神好使吗？你戴眼镜，你说你还这么戴眼镜，我怎么不好使？行了，我不这个表，反正你也不识货，我也不让你收着了。你给我看看包。手表我也不要，我看给你看看包。你包里男朋友送的？都是他送的，他这超有钱，他送东西可多了。那他跟你说真的还是假的？他肯定说是真的呀，这肯定都是真的。什么叫说是真的假的？他送我肯定是真的呀。包也是假的。